境啊，影响整个自然环境。如今家乡八哥群聚群飞，处处可见庞大的族群，已经严重排挤到台湾本地陆科等族群的数量。黑影两鸟等外来种鸟类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亚于它们，如果持续扩张，将威胁到我们的生态系统。谢谢，谢谢，我是郭良。